当年这首歌红到爆，有谁不认识他？后面这几个朋友，保证是你很想见的老朋友。他跟二姐有关系，如果是阿公，那你差不多有十年不见，好久不见了呀。消失神隐六年，都跑去哪里呀？哦，都出来了。消失神隐，在消失神隐旁边有个剪影，特别有 feel， 好像在找失踪人口一样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然后龟，公头，龟头。这个人好神秘哦，这么神秘，然后又不该躲，对不对？我不躲去哪里躲？那他到底躲什么躲呢？阿照，阿度啦，你欧了，我有念度啦，我是那个赵开，迪克牛仔老爹江慧。姜慧跟公投有关系？没，因为他看到二姐，旁边还有两个写沥青的，沥青，你们两个会被告哦。沙哑阿爹啦，杜成义都有可能嘛？杜成义，哎呦，这个是对他很了解的，叫阿杜嘛？杜成义是吗？如果是阿杜，那差不多有十年不见了，好久不见了，阿杜哥。谁冲杀会？如果是真是他，好好的关心老爹。这个前奏一下去，哇，好熟哦，哇。这个年代，这个应该是 ET 吧？不是，他要来了啦！哎，来了，他来了。ET from home，ET from home。哎呦，尖叫声！前奏。我躲在车里。惊喜，你越走越近，有两个声音，我措手不及，只得愣在那里。我应该在车里，不应该在车里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，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。爱的勇气，他一定很爱你，也把我比下去，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。他一定很爱你，比我会讨好你，不会像我这样爱自己，为难着你。杜老师，对，对对对，六年的时间了，才六年呐、啊，我们刚才讲十年，对啊，是啊，对，但是如果是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，那不得了，那已经是经过300多年了，六年，都跑去哪里呀？对啊，没有，就是因为也蛮多人问我，到底为什么我都没出专辑？是，对呀，原本是3年前，2015年嘛，就要出一张专辑，对，但因为家里出了。有点是妈妈生病了，哦，对，那之后就往后延，对，哦，那我延了就是刚好就是合同，合约过了就没，哦，对，然后刚好又延淡了，对对对，刚好太太我老婆又怀孕了，哎，对，那一下子就蛮多东西，那是喜事了，喜事，对对，如果怀孕然后跟你有关，那不行，有点问题，那你就要找我们这好兄弟出面了，对啊，因为我跟阿杜啊。你们可能好久，台湾的朋友差不多有那么多年时间，他都没有上任何节目，是，然后回来台湾，他只上一个人的节目，就是，因为他近乡情怯，真的，你这是对的，因为台湾现在就上完我的，再上其他的意思就没有了，是，等于说上完这边就等于全部都上，全部都上过了，对，就这样，你这个特殊的声音就是老天爷赏赐给你的，是是是，对不对？是，所以你不能说，我躲起来我就躲起来，我不该躲，我不该躲。所以他今天出的这个唱片，就直接叫我不该躲，对对，也没有躲了，太好。对，那第10张专辑，对，这其实也不是躲，因为但是我就是吴克群是我好朋友，当时我跟他说我要发专辑了，然后他就特地去。
为我量身定做这首歌曲叫我不该躲，对，给他的感觉，因为之前就是人太舒服，也很少跟他们联系，对，那他也很开心，怎么会不舒服呢？我看你营养很好啊，很舒服，哪里不舒服？哪里不舒服？你跟我讲吧，哇，人生都是很舒服，你哪里情绪的状态不舒服嘛？收才不送，你跟我讲嘛，啊，信不信呢？没有，就是因为心理影响到心理，对对对。会有一点忧郁是吧？对，也类似可以这么说啦，就是一种叫就是抑郁恐慌吧。哦，千万不要这样，要经常出来。你看这些老朋友都在啊，是是是，对不对？是，还是他是恐慌老朋友？恐慌是一个人。出个考题给你，好，你能不能唱一点曲风不一样的歌？对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对对。那我来点一首好了，好，好吧。要曲风要够不一样哦，要够不一样哦，要很特别哦。彩虹里面，太不一样了啦！我们穿着穿着彩虹里，那彩虹里，二呀个浪有情，好想划船啊！二呀个呀个没有意义，就好像原来你也是同日生，要我俩一条心。哇哇，回来回来，两光男。阳光男人，可以可以，太搞丢了啦！林俊杰的曹操吧，就选这一首，对对对，这比较难唱哦，曹操不好唱嘞，对对，比较摇滚。阙阙最近好不好？OK 啊，演唱会不错，有不错，对啊，越做越大，对，巡回演唱越做越大，没有人这样介绍，对啊对啊。走下山半坡，月光太温柔，草草不啰嗦，一心要那荆州，用阴谋阳谋明说安多的魔，东汉末年焚山国，烽火连天不休，而你清朝被乱世左右，谁来铸就尔虞我诈是山国，说不清对与错误，哦，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，一切又重逢。哎，这个也有意思，有没有？有歌的感觉，今天真的是音乐的响宴，对不对？那难得唱动，因为他的歌都要很慢才能展现那种喉咙摩擦的声音，对对对，对，那你唱这首能不能？这首唱这首没有，因为来不及，很难喘气，很难喘气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还是有它的特别的味道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噜噜，我不该躲，我不该躲。有十一首歌，我们也在这里希望呢，阿杜能够再次拿下好成绩。好，加油了，谢谢阿杜，来。